今天我们的教学还是我们的中路挡拆。那中路挡拆作为我一个内线掩护人，我有几种方法来做我最终的选择。那我们讲第一种情况，就是我掩护正常的挡拆下速啊。首先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我们在去掩护之前要先做摆脱，我拉开防守人跟我的距离来掩护，快速上前挡住他的防守的路线。当我挡住防持球人的时候，他突破之后，我转身继续卡住他，然后继续往前运球。我正常的观察，快速下坠之后，当传到篮下的时候，我篮下接他，我顶。好，这是正常的下坠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种，我们挡拆下坠。好，你能够学会这个技巧吗？